再次和所有一扫颓势，希望一扫颓势。再打一两把吧，播一会儿，播到两点左右。这世界方才走过一个轮回，心自感伤莫被人料传回，犹如面微妙沉睡，它发出的讯号没有意味，忽地葬了刚淡出头的从何出来，常常望着海平面发呆，在孤独世界慢慢待，还能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。这世界方才走过一个轮回，心自感伤莫被人料传回，还没进啊，电竞经理是不是可以玩了？今天二十号了，我先下一个。还不能下，好像，对，还下不了。这三条路要上下来。操，他妈没吃饭。喝一下吗？哦，可以下。
我不知道，不知道手冲送谁啊？只懂得出卖劳力就休息，所以才希望他儿子将来能心意有出息。他说已经大年纪，开着车左手有一点麻痹没问题，后天有医生做儿子，每次想到这里就欢喜。他还说在吃力也不过一会儿呗，打个两把左右。下得很慢，两季。三点都来干活啊，我看你干嘛。
玩什么？内测的时候你们都玩过吗？我是看他们玩过，我没玩过。别秒啊！风暴龙芒森。Oh, yeah.
放皮肤。别秒啊，一直秒啊。不困，但是眼睛有点不舒服。那不然是不是？是第大战，怎么可能是碰瓷？一十秒怎么受得了？进游戏就还好。
集合，我又来找你了。又错了，这波打野帮我干的，你还要把他卡线，没点勇气，但是没卡住就还好。哎，没想把他卡，只是吸血，我看一下，那没问题，吸血小子，我现在把他卡了，我挺烦，吸干了，卡不进吗？我来帮。去就崩，去就崩。躺着玩随便赢，坐起来反而赢不了。混一把吧，要不，哼，我混一把。玩这个是真的可以躺着玩。宇文波收我一把，我混一把。还是奖励他一把寒冰。这英雄不能躺着玩，玩这个要坐起来。文都点好了。已经发消息来了。史森明的寒冰很猛，但是我比他就是怎么说，就猛那么一点点。不然拿不出手。哎，余静佳，你又来啦！可以送分，给我送分吗？可以啊，有仇人吗？这把没有啊，没有仇人送什么分啊？这
哎，你要扫吗？要啊。没跟你讲话。啊？我没跟你讲话。你干嘛？搞笑是吧？Q 一下里面，这是在治疗的吗？没人。你算你爸的，你会搞语音的吧？吓人啊，这么！哎，你别来啊，云家，你又来了？没有，我在刷野。我操，还放野吗？肯定放野啊，你来啊！送掉，拖一起，好死！为什么杀个辅助这么费劲呢？我就想知道。送掉。嗯？为什么杀个辅助这么费劲啊？你不杀也行啊，你别白给啊！你这什么？哦，还给你偷60，不想玩了。气不气？啊，啥也在干什么？能不能别这样玩啊？赶紧刷三组，然后下来买德云朵了。要么早点进去直接杀掉啊。对呀、哦。啊，服了。啊，每把都遇到这种打野。你已经玩不了了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又起飞了，莫名其妙的，哎，又啊，肯定是又啊。你不又来吧，云家，你别恶心我。我先干嘛了？你能不能滚？跟你又没仇。哎，你真的恶心！玩不了。玩不了。要么你就在那草里蹲着也行啊！出来硬杀一个辅助，杀半天。
回了。回啊！我赶紧滚了。出来了。哼。放过你们。有人要干嘛？有人来了。点来了没？他没那个的，没 W 这不杀。怎么杀啊？哦。完了，死掉。现在已经是下把了。已经下把了，玩什么玩？不玩了。谁爱玩谁玩。哎，把把都要被打野搞崩，好烦啊！真的，真的恶心。嗯。每把游戏都要被打野搞崩，哇！那阿达玩的好好的，莫名其妙的。那剑人就要死，怎么玩啊？这个人有病啊，真的。你好像开搞了人家是吧？有点烦。对。那什么？什么都不这一个都没杀就玩不了了，下路怎么办呢？我先走嘞。我九桶满血，为什么一直在跑啊？曲球崩。嗯，1200血一直在跑，曲球崩。准备点。只能说这把谁来都没用。本来就不好打，还这样搞一波怎么玩啊？
那我打几个玩龙丹的。那就没关系。点有什么用啊？点也没用，已经下班了。哎呀，太快了，赶紧再下一个。别把人送我这儿来！哎，别杀我一下，别杀，真没杀，真没杀。OK。让我杀。放你一马。嗯。我把火一起干了。你别杀他。我怎么杀他了你？到不了六级啊，怎么玩？嗯，准备点。压杀猪了，你让他选寒冰，寒冰有关系吗？我下路前面很优的呀，那跟我换完闪，我血优。这要是正常玩打野，这玩意我都不知道怎么输。很假，我都刷下来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打野不刷下来啊？下三组蹲也可以啊，你蹲就得蹲赢啊。别 Q 兵了，那 Q 技了。别点了，还在那点卡利斯塔呢，该点投降就完事了。点完杀是被阿兹的单杀，二杠六还在这点，你要点什么到底？投钱杀阿兹。嗯。投钱。搞笑的呢。你在哪云家？这么靠我来找你来。这个你来啊。真假今天三杯我要先过来吗？干嘛这打不香。找对象。哎。你不死？姐你不死？差点打不过。姐。不上啊！谁？还有谁？没人敢上怎么玩啊？这一闪又是什么啊？啊！叙旧崩！
啊，来给我送个人家，快点，快点。送了。上次我都给你送了。我要先杀一个吧。等我快结束的时候给我送个，让我战绩好看一点。不好看了。哎，没送到我这儿啊！怎么送你？送我嘴里呀、啊！完了，被翻了，感觉你在钓鱼。我钓什么鱼啊？你自己中箭也能是我钓鱼？你又不是在故意送。你这种是给机会，懂吗？懂了。转，冲啊！哇，肯定挡不到啊！哦，挡不到，然后死完，卡，这就是卡的是他。这为什么不点？速点，队友不点啊，只有四票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到底谁想赢啊，对吧？动手！你们知道我？哼，我有点想卖他们俩，让他们俩再送我。没办法，多少事。就让血红了双唇，没办法。这种英雄被打野搞了就玩不了，真是。脚卡了，发不了消息，我现在。那个，好友卡了。
这歪个三，你跟牛做什么啊？过了。进化了，牛啊！我的第一波很夸张，不关我是吧？嗯，有分针，没注意啊。我的。他死完我们怎么打？我记得是五个。来，刚刚我之前数错了。他死完我们怎么打啊？我操，好爽！今天吃汤面，转了波凉面直接补。等一个有缘人来给我送一个。那就是我看错了。不玩船长，狗都不玩。
进了没云家？没进耶，我不成熟。别点吗？我已经进了。什么别点？我排不到你啊。你肯定排不到我，你多少分？你也配？不管，因为我分刚也没用，吃了我的分 ，PK 要被我吗？吐一把云家，吐一把。什么吐一把？我先吐了，已经。不、嗯。要被抢了。汉堡人还要我吐一把？嗯，你要吐一把。我狂吐是吧？嗯。你再吐一把。你为什么不来呀、啊？我不是要去砍他吗？啊？为什么不来啊？嗯？组合技。哎，这一看对面打野就比你聪明，真的。一级就有人看出来打野差距了，兄弟们，是不是？我们两个上路这边遇到了，对面打野知道过来，嗯，你知道干什么？嗯，这样我也不帮你打野，自己刷吧。我不管，不可能帮你玩。嗯，俺被偷了，活该，人说活该。死了算了，要不
老是碰到一种点。这是我用来操作的机器人。那我们赶紧。压力贼大，猴子前面。中路能不能来个人啊？啊，受不了了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被撞的晕了，被撞晕了。那你就坐着吧，兄弟。脚还没闪现。好恶心啊，球筒。已经亮了，已经亮了。不行，我得推线了。怎么感觉他不缺蓝一样，交通？打人太疼了，真的。喝点酒，下手没轻没重的。猴子来了吗？这咋玩啊？我。待会要被越了呀，都在我后面啊。还有大嘞，怎么办？
我的子也来了，溜了。有你没？泰坦怎么在这里啊？下路一打二双杀啊！还在吸。不进了，不动了。动手来，速来速来，这怎么玩啊？不想玩啦！就你了，动手，真的动。这么难打酒桶，不敌，
九筒好扣啊，玩不了啊。他就在我那个一号那放 Q， 根本玩不了。难顶，走吧。可以啊，不要玩。Q 一下。牛桶好玩啊，下次我玩牛桶去了。我这能吸啊，乌鸦王，吸，还在吸，可惜，那这人伤。真打不过，没办法。
放在袜子里面。再打个一两把，进去。最近先开摆，不运动，可以打久一点。哎，别杀我了呀！干嘛？逮着我猛杀，你们不行啊！一路打野，我玩这种的，一般都挺猛。我吃一个怎么了嘛？吃完我就值钱了呀。哦，安不出来啊。2000块直接。小游戏。
下吧下吧，滚啊！啊，你能不能滚？哼，嗯，我把你封了，你在这里叫，哼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我亲手把你封了？哼，我今天开杀，全部给我滚！不要买垃圾！是干嘛？来来来，还有人说，我看看你，打个排位的叫什么？到底？嗯，还有没有别在这里看啊？赶紧滚啊！众人，不管休息了，只能我来骂了，我只能我来疯了。确实杀不了这酒桶，还杀不了你们是吧？嗯。
干不干呐？最后打一把，最后一把。我要封人就不是封五分钟了。泰坦吧，我把泰坦。队友不塞就太对不住我啦。没秒呀，最后一把了还秒。
发个 QQ 给你查的。这把应该随便赢吧，这把稳的呀，确实。想想搬个什么，这把应该我随便玩吧。他只要他这个人认真玩，说实话。两个阳明神奇，这个当然是死亡应该在病，他怎么还有大招？我影响那个画面。不知道呀，不见了。这木头人，木头人是不是想死啊？木头人。你别在死亡的边缘徘徊啊！哇，他是故意搞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有那种反串，这样我反而还不想封他。哎，来呀，我想走了，可以。我如果封他我就中计了。来来，投点钱。
四十，哦，六十，爽。出门先领先别人六十块钱，可以的。好了，服务又来了，怎么办？我操，我已经不会帮助可以。啊，没挡住，给他跑了。这就是老爷来了来了，逮住，嗯，逮住，插 LB， 小龙宝直接死掉，好死。推线，你用 W 推线就行了。没有眼。别！这个轮子好多啊，一级。太多了，没死吗？奥拉夫，我开玩笑呢，奥拉夫没死。他也来了呀，我感觉。哎，消费。升三级不用闪吗？能回血的。还在这逛呢，啊、嗯！允许你逛吗？完了，一拳肉完了。我们为什么五比二了呀，兄弟们？为什么我们是六比二呢？嗯，不是吧，多兰，别杀了，多兰，你不能再杀了，你再杀我受不了了，多兰，
啊？我这个确实不好配合，我不知道我要往那边修。奥拉夫来的呀，我木了。太猛了，老夫！六级吗？六分钟？我开玩笑呢。木头人，说话，木头人啊！教我玩永恩，木头人，是不是你说的教我玩永恩？嗯。我六分钟还没死四次吧，比我死的还多啊，什么情况啊？木头人会说话不？木头人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救了你们！怎么才五级啊？哦 ，Q 好了，多兰，别杀了，多兰！不是，看多兰在这里杀我受不了啊！多兰太猛了呀！多兰怎么这么猛啊？有这种事？我操！飞碟。不仅没中，而且我还中了。这个、西维尔的英雄个性还是太垃圾了，技能一个都没伤害。这个线，大智若愚，这个。啊，这轮子又不好中。哎呦，小兵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能杀吗？他们跑了，算了吧。哦哦，好可惜啊，可惜都是一丝血。让我上河。哎呀，我去，虚线好像没用，我得帮上的吧。来来来，那我来之前不死，好吧。
人吗？把多兰拿下好吧 ，Q 也用了。哦，哎，为什么不会减速啊，多兰？哎，我记得他一是一样的。哎，这么猛啊！猪皮不减速的。哎，哈哈，这把游戏在开玩笑吗？这把游戏，啊，这把游戏我们十五点，真的假的？你很肉吧，多兰？海妖还杀的他杀肉挺快的呀。我二是已经死掉了，我上一波跟他换。满血的他吗？趁机打猪妹。这波多兰出来打我啊，算了吧，别啊！遭报应了，遭报应！多难的走位，
能不能点啊？两个兄弟点他、啊。嗯，到头能不能点了、啊？太惨了，要上这个刀妹的集锦啊，你们知道吗？要被刀妹王做成集锦的，对吧？OK， 下了。拜拜，每个人临之前加个 T 的舞蹈。玩玩玩，拜拜拜。哈哈哈。拜拜。受不了了。可以。这我们自己也玩，反正。玩玩。我出机表。